到啦，就快啲行啦 ，Go！咁我哋翻到嚟啦，呢个就系我张台，今日系异常干净嘅一日嚟嘅。咦，我今日就嘅绝对领域，绝对干净嘅领域系唔会污糟嘅。呢度咧就我啲 B B 抌抌，同埋我块好靓嘅音乐，好奇怪喺度拍摄，我觉得。OK， 咁我咧翻到嚟咧，我就会化咗个妆先嘅，因为咧。出門口比較趕啦，通常都唔會化妝。翻嚟係咩？係啊，好煩啊你！拍拖係咁噶啦，煩。我哋要拍婚照嘅係咪？認唔認人？其實我對呢個化妝品係冇乜研究嘅，因為通常有咩就會用咩。係咩 ？Jeffrey。Jeffrey 係邊個嚟？肥。其實我化妝最重要咧，就係遮黑眼圈啦、畫眉啦，同埋搽唇膏。因為咧，我係冇眉量嚟嘅，同埋搽唇膏咧會令到我個人睇落有精神啲。搞掂，好啦，而家咧就喺呢一個嘅12:17啦，距離我哋食飯咧應該仲有一個鐘嘅時間嘅，因為要等啲飯嚟啦。我睇呢段時間就好肚餓咁得，因為我係冇食早餐嘅，我亦都冇呢個食早餐嘅習慣嘅，因為我通常都係幾點起身我就幾點出門口噶啦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可以嚟食下啲零食嘅，我俾大家睇下。我哋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腩嘅，有一包汤啦，有啲食咗好耐都未食完嘅朱古力。今日就嚟食呢个饼啦。不过即系同大家推介下呢一个，呢个就系 Reese 嘅芝士味夹心饼。咁呢个饼咧，其实我不嬲都有食开。当你有少少肚饿，但系你又唔想食好多嘢啦，但系你又需要食啲嘢嘅时候咧，我就会拣呢个饼嚟食。同埋咧，佢個芝士味咧係超濃啦。可能食零食咧，咪會整到隻手油淋淋嘅，咁然後咧再掂翻部電腦就會好污糟。但係佢呢個係 OK 啦，同埋即雖然佢食落去會咔咔聲，但係佢啲水咧跌到周圍都係。你有冇打算請你嘅同事食啊？多謝同姐，唔使客氣。你啊，我呢我個 IG 就係成日 follow 啊嘛，我叫咗你哋幫我出咗嚟，叫我哋加速嗰個成日 follow 噶嘛。阿丁、阿麗軒都有做，係你冇做。你點做我表妹啊？我同你講，你有咩資格做我表妹？咩啊？就幫你出個 story 可唔可以？一日唔做表妹啊？好啊，一日啦，淨係。唔係嗰廿四個鐘咪就係個 story 嘅啲廿四個小時。係啊，總之個 story 少一日喺度，咁你就唔好叫我表妹。我見到 story 開始先。你啊，你係冇踢我㗎嘛？我唔記得咗，我而家 delete 咗佢咗鋪。啊，表妹，你係冇踢到我啊嘛，係嘛，表妹？係真係好識講笑啊，表妹。OK 得啦，而家即刻，唔好再嗌我唔該。表現得好好啊！我老踩界同你講。聽日嘅1454，我哋好快咁樣睇呢條片，因為晏啲咧可能仲要拍嘅。呢條片咧就係一個，我覺得你要過嚟解釋一下。既然就係咁，因為我哋呢一條片咧，即係本身我哋兩個係要背一連串好多嘅對白啦，咁為咗拍呢個對白咧，我哋就提出咗呢一個配音嘅建議，咁就即係用翻法律大嘅方法啦，就係配音嘅。當時我哋淨係拍咗半個鐘都冇，但係如果當時我哋要拍係要背對白嘅咧，就應該要三個鐘以上。Yes, that's right。所以我哋而家要做嘅嘢就係剪好，然後去配埋音，跟住我哋就完成我哋嘅工作啦。嗯，好，你可以走啦，唔該曬。好，拜。因為淋花咧，最好就係用呢啲水喉水，因為咁啊，我哋飲嗰啲嘅蒸餾水咧，對啲花花草草冇咁有營養。其實我哋一係淋太少水啦，一係就勁耐都唔淋水。其實養植物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噶。希望我哋呢度嘅植物都可以健健康康咁樣成長。仲有咩啊？卡弗洛咯，叫咩啊？冇。你拍嘢嘅咩？唔走啦。follow 我嘅 IG。唔知佢哋健健康康，我哋就已經好開心了。
OK， 而家係呢個5:00啦，咁我已經搞掂咗呢條片啦，唔知咩要搞咁耐啦，中間有好多嘢發生咗啦。接住嚟咧，應該就要拍呢條片嘅，我就要幫 J 哥咪幫你化妝啊。哇，係喎。OK， 咁我哋就執下自己個樣，咁眼耳口鼻嗰啲啦嚇。嗯， okay. 化妝。之後因為我拍嘢啦，所以專登扎個個頭戴咗耳環，但係之後咧，我覺得麻麻地，所以我就除咗咯。嗨，好開心啊！今日咧唔係化一個普通嘅妝咁簡單啊，係化媽媽嘅妝啊。OK， 我盡力啦。我頭先已經搽咗個底㗎啦。呢支係咪我嚟遮瑕㗎？通常 Kiko 唔得閒咧，我就會幫 J 哥同埋富哥化妝，咁佢哋兩個咧都係我平時嘅練習對象嚟嘅。咩化妝？妝啊！老母妝啊！嗱，J哥勸你唔好成日喐啊，因為咧你塊面而家係佢又唔喐啫，冇話唔講得嘢嘅。講啊！係咯，做咩做咩咁咩？唔諗得住喐，唔準笑，唔準花叫，笑出咗瀨尿，跟住大家唔喐。你唔會輸，同我一定會輸，因為我而家唔係你知輸。你對我做咗啲咩嚟？佢畫眼線都畫到。今次化妝我覺得有啲進步啊，應該是我化得最靚嘅一次嚟噶，尤其是嗰條眼線，我真係冇畫過。唔同都要化老妝啊，佢一次。老妝啊，老妝呢個老妝，幾乎走咗啦，點算啊？我係跟呢個教學化嘅。即係真係有個白字咯，但係佢而家就反翻個白字啦。其實你係有一個老靈。落街冇錢買麵包，正有怕老虎鬧。我係阿婆啊！開會咯，而家啲後生咩 taste 啊？今日我收工啦，而家11:02係啦，咁我哋就要繼續拍攝，咁 J 哥就收工，以前任務就作為一個獵人啱翻工。而家已經是10:00了，終於我要回家了，但是我也要先下妝，因為這個樣子是真的回家真的有點怪，還有剛剛已經下了一點點眼這裡那些，還有這裡播一些東西來看，很漂亮啊，屏幕 switch这个味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这个 Sour Cream and Onion 酸忌廉洋葱味， My favorite words。 好了，那我也要介绍这只薯片，因为它是在我的薯片 list 上面，它是排头5位的，很香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不是很 heavy， 它不是油炸的，它是焗的，那它吃落就没有一种很油啊很滯的感覺，脂肪含量是沒有普通薯片那麼多的。我快要睡覺，但是我又有點肚餓，煮完很久東西，我需要一點慰藉的時候再吃它，我就覺得 very nice。 好，那最後呢我就要在這裡很多謝 Reese， 因為呢這條片我是跟他們一起合作的，那我今次真的很開心，因為是跟到一個我吃開和我喜歡的一個零食品牌可以拍一條片，非常之開心嘅，所以呢度咧都希望借大家嘅手俾啲掌聲。That's right。今日咧已經係我嘅一日嘅尾聲啦，亦都嚟到呢條片嘅尾聲啦。咁咧今日想拍呢條片嘅主要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太耐都冇出片啦，咁我都想出一啲好似我翻嚟啦嘅感覺，即係俾大家睇下我最近嘅生活係點啦。Yeah， 咁呢個就係叫做俾大家了解多啲我。在小雪琪的生活的一天，我們不是經常都拍到這樣的，不過一個月總是都會有兩三次。好啦，那我的 vlog 就來到這裡了，多謝大家看到我們這裡，好，拜拜。